总监，你看到项链了吗？宋瑶，没有啊，他没摘项链，项链还在他身上。我走了，哎，你自己想办法。哎，顾准义，你挂的可真够快的。瑶瑶，什么那么快？没什么，我只是说你来的怎么？你怎么穿这个？哦，我昨天着凉了，所以专门选了这件连体的泳衣。Yamamoto 的专利绿丁橡胶涂层，保暖效果特别好。哦，它材质拉伸性能也特别好，水里阻力小。这样说你明白吗？明白，你个大头鬼啊！你把项链藏得里三层外三层，我哪看得到？你真的好养生啊！今天我牺牲这么大，等我把它引下水，必须完成任务。决定了，是时候展现我浪里白条真正的技术了。来啊，我们一起热身。你这样不热身就下水会抽筋的。哎呀，没事。抽筋了。没事吧？没事，谢谢。我真没事，不用看病了。来，坐。在这儿等我。宋瑶，你生病了？没什么事儿，可能有点感冒了。照顾好自己，阿姨最近状况挺好的，你放心哈。嗯，谢谢，麻烦了。应该的。来。谢谢。你让我查的宋瑶母亲资料，我发给你了。哎，小姑娘放松点啊！你再这样，我没法扎了。别怕。好了。